让开，我胆小啊啊！没完了。这段时间，解剖室的钥匙都在我手上，我每次都会做好所有的收尾工作，最后一个离开。我可以保证，大体绝对没有问题。你要带他去哪儿啊？昨晚只涂了九个指甲油，还剩一个，是专门过来涂完的吗？还是因为你听说学校要火化，所以准备把尸体偷走呢？一开始我以为你有性心理障碍，涂指甲油只是因为迷恋尸体，直到发现两条线索：他的手指，只有手指有些变形，不是因为骨质疏松，而是因为生前从事的工作，输人族里。他在那里工作过，而你，可能也是那里的常客。第二条线索，你们的合照。你把他的那一部分藏了起来，可有的东西藏在再深，也忘不掉。就算你们之前认识。就算你们之前是旧情人，你也不能这么侮辱他的遗体。西门爷爷，我个有头刀噶，一条头发，一只牙，一块指甲，全部都系属于我，全部都系属于我。我咁爱佢，点解佢同我分手？点解佢要避开？点解佢捐个身体出去都唔同我商量？而家死咗啦，要俾你哋班仆街喺度睇嚟睇去！你这不是爱，你这是心理变态！啊！阿成，阿成，阿成，阿成！我揾咗你咁耐，我唔会好有我拉走你。我得走。阿成，阿成，阿成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阿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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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害怕你就回去吧。那你别关门啊。
华总，华总，马上出去了啊！华总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华总啊，马上出去了。马上出去了啊！救命啊！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坚持一下！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救命啊！有人吗？坚持一下！有人吗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哎，可以出去了，走。来，走。阿成，听到我说话吗？阿成，阿成，你们到底在里面玩什么呀？阿成，听到我说话吗？阿成。看见你们在校园里面鬼鬼祟祟的，跟着你们到了地下室，谁知道出来一个保安，还跟我说下面没人。你们到底在搞什么鬼？你为什么没穿衣服啊？他为什么倒在你怀里啊？他去哪儿了？谁啊？那个保安。去哪儿了？那儿。哇，你们口味也太重了吧！帮我照顾一下他。他怎么了？过度呼吸不严重。啊，就用一下。啊！是你，一定不会选这条路了。被福尔马林泡过的尸体，比以前重几倍，你根本抱不动的。这里下去全是楼梯，你确定把他拖下去吗？最好的情况，你没摔死，他没摔坏。可这里下去最起码还有几个小时，到那个时候，学校的人早就到了。就算你逃走了，能带他去哪？你有保存的环境吗？确定尸体不会腐烂吗？就算没有腐烂，你一直陪着他，又能怎样呢？他还会睁眼吗？还会哭？还会笑吗？难道你就没有想过，你们为什么会分开？他为什么总是躲着你？他为什么会自杀呢？废话那么多干嘛？把他抓起来！喂喂，抓起来！快点！快点！找什么急事？喂喂，我走啊！不能！不能！
不是！喂！我们已经把情况报告学校了，大体会妥善保管。这个装了沙子的模型，你一点都没有察觉吗？是因为你很害怕、很慌张，还是你根本不知道福尔马林处理过的大体到底有多沉？如果真的是他遗体，下场只会更惨。没有人愿意被控制，只有死了变成一具尸体，才不会反抗。每一位遗体捐献者都值得被尊敬和敬佩。他们虽然死了，但价值依然存在。何有成，你一厢情愿的占有，真的是爱情吗？好的爱情应该是尊重。去看医生吧，该放下的总要放下。村长，这一次是粉碎性的骨折，上次是两颗门牙，上上次是视网膜脱落。我错了，对不起，好吗？你知道的，我本来就和别人不一样，要靠吃药才可以活下去。我知道，我已经糟糕透了，没有希望。仲有，我爱你，我也爱你。可那是以前。好看吗？好了，来来来。对不起，我忘了你的滑板。你还会玩滑板啊？小时候玩过几天。好犀利哦！谢谢。那个停时间，滑板。你能不能说一句完整句子啊？刚刚一句接一句，不带换气的，怎么一下子又变回来？恨不得只说个标点啊！我。为什么把话说得这么明白？那个和什么，挺可怜的，你不觉得对他太残忍了吗？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过去，才能走出来，不是吗？那你的过去是什么？你走出来了吗？你撒谎，你肯定谈过恋爱的。你告诉我为什么突然这么说？同学，你真没谈过，点知情为何物啊？那你说，你认为感情里面最重要的答案是什么呢？喂。谢谢啊。